藏和定大之战，在合应金将军开球之后，展开了有传统历史性的比赛。双方有很多校友都在看台上为自己的母校加油。这场比赛幸运的表现要比早稻田好得多，在第一局里面就连得两分，以2-0领先。到了第四局又得一分，3-0领先。第九局是这场比赛的高潮。这场比赛本公司曾经做现场实况转播。第九局早稻田曾经全力反攻，但是晚先无力，反而被庆应连得三分。这场比赛最后庆应大学以6-0击败了早稻田。